想干嘛？你在凶什么？你在凶什么？清算就要来临了。人人有份，又一个。还狂！哎呦，没 A 出，没 Q 出去，我操嘞 ！Q 不出去啊！当心炸药虫！追着 Q 他一下，不死就开大，死了就别开。想干嘛呢？大也没有。哎呦我操！不要睁眼，不要睁眼，有人要打你，不要睁眼。哦，舒服。我操！我到越 A 到后面越没伤害的，好拉呀！我打柴了。好 ，A 一就死了，我 W 刚好。马德 fuck， 马德 fuck。贪东西总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早知道不解了，早知道我两枪去，我两刀去把男枪做掉，不该解，不该解，真不该解。我在火海中找到了憎恨。暴击！无语，这也不爆，那也不爆，怎么不去死呢？感觉死了得了。好受多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也又失去了灵魂。那个人回头惩戒蛤蟆没死的，本来他应该死了的，他回来惩戒蛤蟆加血，然后蛤蟆再给他回血。
干爆卡莎，干爆卡莎！我从巅峰的海水中重生。烧吧！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割开喉咙，早就不可能。找不到那个姐，老六子。回家搞把武剑。有耐心吗？今天的小袋被我们狂打，今天小袋不行，今天小袋都是被我们各种虐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我擦，一下200多块钱仙宫，好爽，个王！我要一路打回比尔吉沃特，一下200多，好爽，个王！这六子跑得挺快，这六子。算了，先把诺手斩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这就是阿迪的实力。完了，我没 W， 他妈的坏！我本来能把这龙打完的，是了，他们辅助那个大招打不完，我服了，我没溜 W， 就要没人砍，有人砍我早打完了。有人砍的话，我伤害不会减半，我伤害不减半，这个龙早直接被我们拿下。他们不懂事，懂事就直接贴脸砍龙最好。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妈的，又精神，你能活啊，你妈的，你这精神有屁用啊，人太多了，没死完之后为啥精神没用呢？因为他拿不到助攻，他是拿助攻之后才死的，如果他是拿助攻之前摁精神等助攻的话就可以。他这个是我先死了，他才出的他一的被动。我先死，他才死就不行。大海没有尽，但我有。我存钱买死亡珠。
不买药了，说了要存钱买死亡之舞，这一波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得下他。死了个最帅的，伤害拉满了。 从来没中过奖，能单独请我吃宵夜吗？可以啊，好妹妹，怎么不可以啊？快来快来！但吃宵夜之前，先加我微信，威我50，看看你实力。让兄弟们欣赏阿迪的操作。慢放，我怕兄弟们看不清楚。 一个被动，一个筒子，两个被动拉开，就这两个被动，这个诺手已经要死了，你懂吧？你看，筒子都没扎到，他今生结束还是要死。 看一下谁 A 的，他不会自己 A 的吧？他自己 A 的，我操！哎，不，这波伤害怎么这么低呢？应该是没药关效果，这波。 他自己 A 的呀，我觉得还是这一波牛。我总共就 A 了真诺手两下吧，我看一下，通知没炸到我，一刀，哦一刀，两刀，对吧？是两刀对吧？就两刀，两刀之后我就没有打他了。 他就疯狂被这个烈火，看这个单位着火了，看到没？这个单位着火了，就两刀，两刀死了，真是太帅了哦！状态真差。低仔帅帅帅，兄弟们爱爱爱！爱